哎呀，没拍着，不行，我得站起来啊！这第一个拍没拍着，很伤啊，很伤。打我，怎么的？打我！我呸！等个包住我们血条的被动出来一下。我呸！我不打你。嗨，二级学个 W 可以。如果他敢跳啊，我们 W 他；如果他不跳，他学 W， 我们就拍他。啊，没关系，反正他带的是防御天赋，我们耗血指定能耗得过他。拍，啊，没有拍了，不上，吃个药，等个被动。大虫子干了，没关系，拍。你看我都不放扣，你知道吧？放扣前期，第一他不怎么掉血，第二我们蓝费的太多了，不合适。拍，哎，这个扣等留他跑的时候我们再扣他。打这种近战啊，不用太放太多的扣，放太多的扣我们蓝不够用。打远程扣一扣还行。嗯，补刀，拍，哟。不上来，拍，这回扣一下，好，塔下，等个彗星，他死了，3、2、1 ，QW 点炎拍，他要 A 我们，他就会死，他要不 A， 他死不了，算了。还有传送，我们回家了。这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大爷的，打我个闪现！你别送了，人家旁边有队友，你有吗？哎，来个这个，小破虫子还跑出去跟蓝枪打去了，你别跟人打了，兄弟。你看看，说啥来着？我打了武器一个闪，武器连汤还没喝着，可以，这波赚了。现在可以扣他了啊！拍地板走，扣，空一波线，用我们的皮挡一手，扣，拍地板，夹，扣，拍地板走。扣，拍地板，平 A， 再 A， 我操！哎呦，不行，我这得磕个饼干了。我有皮，你有吗？啊？他上来跳上来直接死啊！挺烦人的这。别往上上啊！往上上，蓝枪一个烟雾弹，我们可能会死。你要干啥呀？到底？你像个犊子似的！你说你要干啥呀？不走了。像个精神病似的，搁这啪啪啪啪啪啪。蓝枪好玩吗？
回家了，1050。我来个发电机，我不得，我先来个皮鞋。法师之靴，不得，还是发电机吧。发电机。转速加快，发电机。我们现在空线，他爱上来不上来，不上来我就补刀。你上来我就抠你。你上来我就抠你。可以了啊，耗了两波血，可以推线了。3秒死，3、2、1，他没出来，他出来他就死。人呢？这能回家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我属实没想到。抠一下，他现在在塔下被我们抠，就只能是慢性死亡，知道吧？我抠两下他就半管血，当我抠完两下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这边没套点盐，我套点盐他也能死，不过我省一个吧。他如果不上来跟我打，他就得一直被我抠，一直被我耗血，慢性死亡，被我无限抠。抠拍地板，然后他想跟我们开始打的时候，我们还跑。等个皮啊，来过来抠他，慢慢抠着抠着，他就发现不对劲了。事情不简单，事情不对劲了。人从右边来了吧？人呢？没了，又回家了。小伙子，你是真不怕亏呀？我发现，吃屎去了。吃屎去了，小伙子，这口屎吃的香啊！不上，扣一下。我想想啊，这边 Q 接个 W 接点盐，这边我们想一想，到底是 R 还是不 R？ 走呗，你要干啥呀？给你们讲个笑话，蓝青越塔，这个笑话老招笑了，我跟你说。我就指这个笑话活着呢。回家了。
来个收割者，再来个小皮孩，出一个杀人戒指。现在我抠武器，抠一下半管。抠一下就半管。看看他来不来啊。他不来我们就把这塔给他拔了。下边来吧。武器是不是去收这黄纸去了？呀，蓝 buff 有了。飘咣！这个伤害差那么一点点。差点没打死。打我呀。打我呀。抠一下拍地板走了。我们这得等技能，别人不用等。武器大师就硬锤就行了。我这马上有大了啊，不知道来没来人啊。没有人啊，没有人我们继续推啊，或者找一找这卢仙。一下两下第三下直接不拆了，把他杀了。让他放松警惕，以为我们在拆眼，其实不然。哎，谁？卢仙呢？我扣一下就跑。哎，对，你们把这武器大师兵都给他收了。大虫子拆中了，我们可以回家呀。我再收一波吧，我可以直接来个猫的了。不行，猫的有点贵，这玩意儿咋这么贵呢？3800块钱。你好，再见，钱够了。
这也没多少法强啊，是三百多。我不如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我美甲血魂卷，这个才两百多，这两百多没有关系。虽然他两百多，但是他加的伤害远远不止两百多。这个虚区还是很棒的。Hello， 致命点烟。被我折磨致死，咻哒！让我扣一下，你是不是没被我扣过？我发现，哎呀，别！哎呀，哪来的炸弹？啊！谁放的炸弹？老头，你这个老头，我的美甲窃魂卷没了。先来个小法穿啊，现在这帽子其实我觉得没啥用，这个东西有点厉害，这个枯萎宝珠可以中期就出一个，中期出一个挺厉害的。刚才谁杀的我？卢仙吗？老头，哎呀，是老头啊，老头不好办的。老头有道，老头不仅有道，老头还往外面插眼儿，这是最过分的啊！我们现在杀老头，老头旁边金克斯就杀我们，假装往下边走，这波是啊，这波是假装往下边走，老头上当了。这怎么有个蓝枪呢？来来来，我的四层美甲窃魂卷到位了，兄弟。好，在这边。你干嘛呀？怎么抢人头啊？还抢炮车，没有大这波，你这个老头可挺有意思呀，我这一看呢，能炸死不？好，老头啊，老头，
你等着老头，我看你下一波还有没有闪现。我们别人不大了，就大的老头。我已经决定这大招不放给别人了，因为这老头没有闪了，他就瞅着我，你知道吧，他就有闪现，就为所欲为。反正这玩意儿300秒用完你就没有，谁先用完谁就没。我看看你下边怎么办，下边有大招，有大招他得能反应得过来呀、啊、你看能不能反应得过来。好痛啊！老头，他除非自己手上按着肯那个按着肯 Q 还是 out， 对，他除非一直按着 out， 能行。老头死了，别踩，别踩，给个机会。你大爷！